刀枪不入，不管在他们身上留下多大的伤口，都会迅速愈合。他们周围散发着黑雾，吞噬着所有企图靠近他、挑战他的人。玲珑是不是跟他很像啊？因为他本就是用来养活虚婴的人生罢了。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，所谓的神主。 只不过就是元氏先祖，为了自己的王位，用来欺骗天下的谎言，不可能。